靠腰啊，中国武装就来啦吼、哦，啊何况哦，即卖世界惊我就是讲日本甲台湾有战略利益关系啊，我就讲台湾等于日本的一支脚，倒等于日本就摆脚了啦吼。哦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咱的台湾的故事。今日这段其实是要延续他拄安尼讲这个八二三炮战吼、哦，这件代志吼。啊，这老实讲吼、哦，咱若甲台湾看作包括澎湖啦、金门、马祖吼，啊，甲一寡离岛看作是一体，这个战争真重要吼、哦。这个共匪啊，当然无可能为着要拍拍金门哦，干那要吃金门，一吃金门了，吃马祖了，就是要吃台湾啦，吼、哦。伊这个角度看，伊其实这个小岛吼是咱台湾的这个防护罩，防护罩的概念。所以有一挂咱的这老班的这独派的神拜吼，有诶这个理论就讲，啊，你就当切落开，啊，就未解过过年。这问题都毋是讲你切落开，吼，当然啦，你也以国际，你也讲中国有承认，啊，美国嘛讲好，切开我就承认你独立。那安尼，其实我嘛无反对，就讲唔管你台湾都国平哦，吼啊个。边个蓝鱼啊、绿岛啦、啊，就好啊。哦，这问题，强辉啊，都唔是要讲个啊。强辉啊，讲个话就讲，一定要甲你食起来。台湾你一定要食起来，靠！你遐讲几波华丽台独什么吼，啊，只要放弃金门马祖了，可能无可能个代志。所以，真正要独立，一定爱有战争个准备。啊，战争会赢无？绝对会赢。嗯，靠！我一直讲以色列个故事，就咧讲这啊。哦，以色列遐细底啊。皮塞大比台湾的一半较低一撮尔，规个国家拢90%拢沙漠，哦，人口嘛咱的三分之一尔，迄全周边的一寡国家不管啥物牌温和牌，逐个拢要甲叫做甚至伊朗，讲要甲你牵关注断，哦，靠遐人咧活甲停，哦，活甲好，哦，即最好的故事就讲咱台湾啊出现一个哦，真有效啊，真有效率，哦，真强悍。哦，有拳头要做大坑的这个国家靠腰啊，中国武装就来啦，吼、哦、啊何况哦，即马世界惊我就是讲日本甲台湾有战略利益关系啊，我就讲台湾等于日本的一支脚，倒等于日本就摆脚了啦，吼、哦、啊美国等于靠腰，这个吼，巴肚去堵台湾啊破去叫阿强提等于迄个太平洋这个大巴肚，哪堵一空血，血流不止就靠腰，一听咱。一天咱未使全靠因，因为咱头咱吼，头拄好讲个，即个美国个甲中国个国力吼，经济是个实力在接近中吼。你几年啊，可能还佫会使靠美国，佫来着，反正靠不住啊你吼。你美国就无一定拍赢啊，你所以考虑啊，变哪去？唔是讲战争，唔是你袂使想啊吼，像我一直讲反对即个黑熊战略吼，靠遐黑熊你别。啊！再要谈再跟你相拍，谈台湾本土跟你相拍，唔是啊啦！同照是刺猬啊，刺猬讲你都根本就袂入来，走袂来。以色列就安尼啊，你啥物飞弹，啥物，一当几啊千粒，都拍袂入去啊！甚至咱就是爱变毒蛇哦！你要来搞哦，你出手啊！吼，咱就阮主动跟你牵哦，把这个讨论啦吼。咱今日要讲就讲这个台湾的这个跟台湾相关的两大战争，古年头咱之前捌讲过吼。八二三咱无讲，啊你遐看连柯文哲要选台湾的总统，伊连八二三都讲较不得不起，伊讲起来都1947年，各位，1947年发生啥物代？就二二八事件，二月二八啊。啊，八二三是伫民国47年，哦，注意听，民国47年就是1958年，对啊，一定要出事前两冬，哦，啊连这也搞不清楚，哦，啊这毋是口误哦。伊写伫迄个文件内底，家己竟然怎照念啊咧？靠呀嘛，这个素质哪有较低啊咧？哦，好。那么这两个战争哦，其实相当程度保护着的。第一个战争其实是美国人较无出的，旧年头的时候，美国迄阵其实准备要放弃台湾，哦，美国迄阵算上当了，吼，美国迄阵总统杜鲁门伊，因为中国吼伊演戏，伊伫这个伊个毛泽东甲周恩来这个通信内底吼。美国有当会甲砸砸落去，中国内底有咱两派咧，共产党，我一派毛泽东要我苏联，啊，周恩来认为讲爱大家平好，啊，所以爱甲美国维持关系，啊，其实拢假啊，伊演戏啊，哦，啊，所以美国一直伊蹲底想讲搞不好吼，来蒋介石去用拍走了，搞不好中国
嘛会使阁继续交配啊，吼，伊无一定会一面倒啊，吼，靠人也知影，一记吼，中国一个起来，拢一面倒我苏联，吼，哎，原来所以，伫迄个古林头是民国三十八年尾，吼，并无美国并无大量援助台湾，无啦，吼，有来伊基本上还是跟台湾站在一边，就讲遐运输啦、运报，吼，迄种还阁有你加减帮个，主要的这个美国遐管话，吼。等到日本哦，日本算是战败，但是伊内底有一款人才啊，哦，咱讲上简单就迄阵啊，伫古林头大战迄个根本博、金本博哦，根本博即个来帮助吼，迄当阵啊，国民党有十几万大军伫金门冻掉咧，哦，古林头当啊，台甲计是中国伫遐损失差不多四个到七八千，哦，导航的我那七八那万外个啦，我点呢？我就讲啊，那再好怕，都唔捌再好怕。国民党特别听到清枪就抓个半斤盐啊，才够拍。哦，迄场了就暂时动了，啊动了了，搁救了台湾。哎，随时韩战哦爆发啦，韩战爆发了，怎啊？规个吼，规个这个局啊，美国开始搁倒转来支持台湾，哦，未使让中国吃，对不对？但是经过这个古林头是民国三十九年嘛，吼，民国三十九年来到就1950年哦。来到这个，哦，1958年，迄个又过几啊年啊，又经过得要十冬啊吼，八九冬啊。这个时阵，伫欧洲有发生，伊现在要来拍，其实了有国际因素。咱台湾要讲台湾的故事，一定内行人一定爱讲到迄种国际。迄阵啊，伫东德、西德都发生这个柏林事件、柏林危机，第二届啊，第三届吼，柏林危机发生的时候，啊，这个。等于这边共匪啊吼，要甲苏联唱双簧。哎，你伫遐哦，美国动的，我这边哦，我嘛要动的，要来拍台湾哦。有可能是声东击西啊，但有可能用这個要来分散这个美国的注意力哦。讲真咧，像这个乌克兰这個，咱袂使掉以轻心哦。这虽然是俄罗斯咧对付乌克兰，那阵看起来哦，哎，敢那俄罗斯较赢面，我甲你讲。阿强诶，变做靠呀，就趁这个机会哦，都东西线同时作战，互你清笑哦。我说，伊当初823发生有这个背景，哦，但是伊的战法嘛，另外一个角度看，靠，伊就要互你死的。所以短短几工哦，823发生短短，咱头拄讲的几工内底安尼炮弹安尼几啊十万粒哦，根据估计，敢那要到50万粒啦吼，弄伫这个金门这粒岛。大金小金加起来才150几平方公里呢，弄几啊十万粒，等于讲差不多几平方公尺就一条呢啦，弄个两个国哦。啊，我头先讲嘛，就两个因素，怎啊？哎，那拍无倒。第一就讲，人个日本的国民团尾啊，白团哦，白团佫根本无了，佫另外一个白，一个白洪亮哦，这个富田直亮哦。怎啊？早都医疗讲，这若要拍金门哦，伊金门佫一个好注意，拢花岗岩哦，啊，花岗岩足定个。哦，唔是迄种沙岩啊，较崩下就反正准准的，拢规个崩了了，袂啊，花岗岩足顶的，哦，内底拢挖坑、藏军队、藏这个弹药，哦，车啦、战车拢藏起来靠遐，伊是要哪拍？哦，啊弄了，哦，本来伊想讲弄个咧炮死了，伊就过来嘛，就袂死的嘛，嘿，这作战役面呢，强威啊作战役面，哦，所以伊即摆即句什么留岛不留人，就是伊即摆就823要用过啊，哦，结果。到尾也是安那反败为胜的，来美国喏，即阵啊就完全那已经局已经大势成型啊，哦，世界分作两个阵营，这哦美国甲欧洲、日本为主的这个阵营，开始吼，美国喏运几啊组的这个哦，18寸的这個大炮，哦啊强啊本来唔知啊，你想靠这个靠恁来甲你目击，中国遐大。啊，金门迄个岛是包伫个厦门伫个什么什么，泉州迄靠过包掉咧，哦，这阮跳准拢免跳，甲你弄到死为止，弄到互你中心了，我派兵啊过来占岛啊嘛，留岛不留人的概念嘛吼，嗯，那知影干唔来第几工，靠第八工就知，诶，开始吼，金门这边怎弄出迄个超级大炮，砰个咧水吼，厦门讲一盖落雷，咱边仔死了了，规个市内底，遐。百姓变啊死几片，300公尺、500公尺，到拢变做平地，
啊，叫我今年的初生婿，我讲正经就是爱比较强，哦，你强哦，恁爸比你较强，就是要你死啦！你也别怕啥小人，结果我弄一个吼，然后初生婿中强威啊，初生婿靠你未落去，未落去啦，唔通恶未落。这个我讲到这，一定爱给大家一个观念哦，千万唔能就是讲无啦，我和平啦，哦，我下跪啦，哦，啊，我拢爱遮哩，你讲啥我拢听，哦。我再一次提到，哦，这我那台湾的故事，一部分台湾的故事很重要的一段，哦，对2000年跟2008年阿扁啊主政的背档，哦，注意听哦，哦，咱台湾的国防预算，哦，对原本占国家总预算的19%，就是李登辉时代拢平均，李登辉12%嘛，吼，19%要到二，等于要到20%的钱是你武装军备，哦。怎降落来？甲剩16%，哦，剩平均16%。我咧讲的是8年的平均16%，哦，降落来。我问大家，哦，要甲对方表示善意，上个简单的、上个明确的就是讲，啊，我的国防预算降很多，这个从19%降到16%，很，哎，别人还佫发薪水，还佫饲足侪人，还佫饲足侪物件，哦，维持维种足大庞大预算。啊、我降3%是不得了的降呢，哦，这有善意无啦？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比下跪更有善意？有啦，哦，来，即马后来被当跟我妈研究掉，伊看起来伊医生是无够降，因为你嘛不再降我这一块，都拢平安的薪水哦，即军官对吧？古早有讲有讲呢，米平安家己自称家己是米糖个无，啊做米糖，这米糖咩呢？哦。你若无真正咧训练，无你抄就是米虫啊，对吧？啊，米虫要咧，干那遐钱，吼、哦，所以伊钱嘛无可能搁降啊，无可能伊家咧创来啦，马英九家咧创来，做兵做4个月，哎、欸，听起来敢那足爽的哦，开始要叫你后盖去做肉点红毒鸡呢，做炮灰你就无训练，但你上去前线你咪讲炮死尔，战争是你爱甲对方炮死的能力足强的，那伊怕你无啥会得，怕你咪死，安尼。安尼就好平啊啦！啊，咱莫去共挑动，咱无要爱训练爱作好哦。这个简单的国防概念，我甲你讲，伫即届咱的选举哦，糟糕了，足侪人哦，哎、欸，真正听了，哎呦，哎，国选国民党、民众党，啊，这可能较未收台吧？你愈安尼想嘞，愈会收台嘞，你死愈紧啦！甲你讲实在话啦，哦，啊，同简单的例就是，头拄仔讲是安怎古林头大战了，怎阿强唔敢来，包山了，佫较唔敢来，啊，怎维持？70-80年的和平就对这来啊，有战争，有军头，才有和平啊。对，你讲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咱今日台湾的故事讲了，血脉喷张，大家思考看嘛，认真想看，唔通叫这诈骗集团，叫这强匪的文宣部队，强匪啊的宣传部队，唔通叫这骗局啦，念头啊，啊，好，讲到这，今日咱休息一下，叫咱。